向全基海科技公司举办净滩活动，号召900名志工做伙爱护地球。真侪志工拢是第二届参加净滩，看到环境比顶一届搁较清气，拢真欢喜。那叫本色，这精神是哪好？向全基海科技公司今年开始利用6公里的海岸线，已经举办第二届净滩活动。虽然海风真透，依然有上百位的民众出席活动。向全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是主办单位，现在又来办一次的净滩哈，今天是第二次。我们很感谢我们的协办，就是和美次工中队，还有我们的好姐妹哈，我们深港同济会的前会长，他今天也发动他们的一些好伙伴好会姐会兄们来跟我们共襄盛举啊，很感谢他。哎，蒋阿姨啊，许德兰彰滨工业区县区厂商协进会的理事长哈何旺慈理事长的号召。来咱山西这个肉粽角街家咱工业园区这边街家吼来响应吼咱净滩每两三个月就安尼有两三百个吼来志工来捡咱来净滩来按咱道路向吼按咱海边吼，卖互伊粪扫佫流出海水吼，污染咱的环境。新港东济会曾会长顶一届的以志工身份参与净滩活动，即届佫号召东济会会员做伙爱地球、守护海岸线。那是大厦派出所的志工，也是净滩活动的支持者，看到即届净滩环境比顶一届清气，也拢感觉真欢喜。是和美分局，我们是大侠手的志工。大侠手的志工来这里净滩活动，很大幸能够参加这个活动。哎呦，有啦，今天比较干净哦。要前几只干净的手，捡一挂，即马较少啊啦。在这里呢，我还有一个非常需要感谢的，就是我公司是主办单位哈，我们的外劳劳工哈。他对公司这个活动很认同，他们也都第二次很自愿的来参加，这是让我最感到欣慰的。还有这些伙伴，全部通通是来自于自愿。我希望下一次，我刚才还跟我们的志工伙伴说，我们把垃圾把它清干净了，下一次来净滩是纯粹赏景。爱护地球，无分你甲我，无分国籍。净滩活动现场会当看到民众唔惊海风，全副武装守护海岸线，借由家己一点仔心力维护生存环境。多中华新闻叶宏武山西采访报道。